上集我们来到格马兰威士忌中校展售中心，了解展售中心的特色，也认识了 Amontillado 雪莉桶、 Vino 葡萄酒桶、波本桶原酒，认识了几款荣获世界冠军的威士忌。接下来就请宜兴专员带我们体验品茗会的活动。今天就是要来带你们体验我们的品茗会、嗯。那其实品茗会它其实就是希望让一些客人，他如果想要尝试我们一些比较高单价的酒款啊，可以任选三款酒款。那它三款酒款，如果说你之后喝完品茗会你喜欢的话，你有购买的话，其实这个费用都是免费的，可以折抵的。哦，试喝的动作就叫品茗会。对，试喝还有一个这么正式的名字。而且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嗯、就是。品茗会的费用是可以直接折抵，是吗？对对嘛，可以直接折抵，每个会计都可以折抵，三杯都是可以直接。对，我们高单价的酒款都可以挑选。讲完，那现在要怎么样去走这个？对，我们要怎么开始这个品茗会？从左边开始，第一款开始品饮。那第一款的话是我们这个我们的 Vinho 葡萄酒桶威士忌原酒，它就是我们2015年的世界冠军酒款。哦、oh. ，对，它算是三款里面味道最清淡的，所以我们先从这一款开始。最清淡，对，我们可以先闻闻看。要怎么做？要拿了，然后对，我们可以稍微摇一下。我比较像乡巴佬一点。那个、啊、金牌特务，但他是绅士，我不是啊。对，慢慢的喝，因为它其实度数比较高，所以是酒的话都是50到60之间的度数。一点点，比这个再小口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用先用抿的，慢慢习惯，再慢慢再喝第二口。看出来我不太会喝酒吧？还蛮顺的，没有很那个呛口的感觉。嗯，对。而且它有个什么稻米的味道吗？还是谷类？因为威士忌其实都是由麦芽去制作的，大麦芽，所以你会觉得有麦芽的香气。是不是有果香吗？有一个香气，有吗？有一个香气。你是谁？感觉很不像在啤酒。对啊，我感觉比较像在酗酒。我们还是一样用。哇，我觉得很香哎。对，那这一支的话很特别，是它其实在制作的时候，我们有是唯一一款有经过我们叫做 STR 的手工烘烧烤技术去烤桶的。Okay. 对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其实自带一个很自然的焦糖香气。嗯，对对对，甜甜甜甜的。你再多喝第二口，越喝越有那种巧克力，黑巧克力的那种滑顺感。所以它是2015年的冠军，对，2015年的 PWA 的世界烈酒竞赛的世界冠军。那第二款酒款呢？它是我们的雪莉桶，它是我们的 Vino 雪莉桶，获得过冠军的。不是，它不是获得冠军，那它曾经获得白金奖100分的满分酒款。白金奖是？白金奖是95分以上的才可以获得白金。那这支酒比我厉害，可以考100分耶。那你们也可以摇晃酒杯一下。那我觉得这款酒款算是我们所有威士忌里面，我觉得优质感最丰富的一个酒款。你们可以发现它其实会，你在摇晃的时候，酒液比较容易挂杯在酒杯上面。真的耶。对，它滑动的速度比较慢，就是因为它的脂质很丰富的关系。油脂感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画面。那也因为油脂感比较丰富，你会觉得喝起来那个滑顺感更明显。哦，这个顺很多哎。因为这支其实算是雪莉桶里面比较轻盈的酒款，雪莉桶通常都会很有冲击力。我比较喜欢刚那个，很浓郁的香气。这个太冲击了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对，这支算比较轻盈的酒款。是吗？但我觉得刚刚那个比较好入口，每个人的感受都会有点不同。对，你没看到我刚刚咳成那样子啊？再来一下。你这样可能会混。喝一点水，有点酗酒成性了。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加烈过的葡萄酒桶，所以它其实一定味道会比第一款来的强烈一点点，只是这个在雪莉里面算是比较轻盈的酒款而已。对啊，对，那这支其实会有一些乳脂软糖啊、奶油太妃糖的香气，甚至有一点巧克力牛奶的那种丝滑感。我们再进入第三杯，第三杯的话是我们的 Amontillado 雪莉酒桶。那这一款酒款呢，它其实这个系列它是一个系列，我们有4款。那它其实都是做珍稀雪莉的家族系列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其实算是今天里面最重的一款，所以我们放到最后面。可以先闻香看看。
哎，闻就闻得出来，闻到什么？有那个高粱的味道。我也觉得它一直在刺激我的鼻翼，对，对，它是非常重。我觉得这支非常适合，就是你喝威士忌喝了非常多年的人，因为它层次超级丰富，而且它尾韵特别长。它会在你口腔里面停留很久的时间，但是是香的啦。看我们俩一直摇，然后都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喝的意思。只会像 Fino 一样，让你觉得哎、有点轻薄轻盈的感觉，但后面马上就是很冲击、很浓郁的雪莉味道冲击而来那种。它有一点烤杏仁的味道。冠军一起喝啦！好啦，我敬冠军，好不好？好。事实证明你们没有喝威士忌喝很多年，哇，这真的很烈。但它真的是层次很丰富，香气在嘴巴里面变换。但我们两个喝完都没有人讲话哎、我们下面就要接话，先让我清醒一下。但是只要喝得懂这支的人，我就会觉得它是就是内行的，他们的那个浓度都一样吗？浓度其实三款都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其实是差不多，但是喝起来的口感可以有这么大的差异。对，用的橡木桶就会完全。我以为是喝起来很烈口的，它是属于比较浓的。哇，对我来说这瓶对啊，我们都觉得这个是烈，对，它非常有冲击力。然后它跟 Vinco 一样，是在同一个比赛 WWA 的世界六酒竞赛获得了冠军，只是 Vinco 是2015年，这个是2016年获得的。哦、那我们的品名会其实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形式。那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，其实如果只要购买任一个酒款，我们的品名会的服务都是免费的，都可以折抵。这样真的很不错哎、还可以赚一点点的钱。对对啊，可以来这边品到一些高单价的酒款。感谢一心庄园为我们详解。是的，现在彰化银行推出多点消费多点回馈，刷台湾Pay享2%回馈。只要在今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内，至活动地点使用台湾Pay，每笔消费即享2%等值红利点数回馈，让喜欢格马兰的朋友们消费也能很聪明哦。更多资讯可上彰化银行官网查询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彰化银行 YouTube 频道，掌握最新好康。我是主播柴宝，大家拜拜。